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夏市新闻节目。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好的，我们来看，我市举行2017年春节团拜会，各界人士共庆佳节，祝愿厦门的明天更加美好。市领导看望慰问基层和生产一线在岗职工，检查节前市场供应、安全生产和春运保障工作。裴金佳参加海沧台商投资区党工委、区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庄稼汉主持召开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暨重点项目调度会。春节期间天气如何呢？市气象台发布春节期间天气预报。今天是2017年的1月25号，星期三，农历12月28。我们来看今天夏市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我市举行2017年春节团拜会，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话改革发展，共庆新春佳节，共祝厦门的明天更加美好。金猴辞旧岁，雄鸡报新春。上午，在会展中心多功能厅内，社会各界代表欢聚一堂，喜迎新春佳节。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裴金佳发表了新春致辞，市长庄稼汉主持团拜会，陈家东、张建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郑道西、陈修茂同志，在下省市老领导叶庆耀、洪永世、朱亚衍、洪华生、李秀济、蔡旺怀等，中科院院士田昭武、黄本利、田中群、孙世刚，厦门高校领导张燕、朱崇实等，驻厦部队领导李泽华等，以及社会各界代表出席团拜会。在新春致辞中，裴金佳代表市各套班子向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向驻厦部队全体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向在下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裴金佳说，2016年，我市扎实推进五大发展示范市建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都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一年，我们奋发进取，实现了“13五”良好开局，发展质量进一步提升，跨岛发展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这一年，我们共同经历了很多大事难事，全市众志成城，有力有效做好防抗台风诺兰蒂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召开了第12次党代会，科学绘制建设五大发展示范市的发展蓝图，选出新一届市委班子。中央决定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厦门举办，更为我市的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这些成绩来之不易，是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各级各部门扎实工作的结果，也是全市人民共同打拼的结果。裴金佳说，新的一年承载着新的希望，我们一定要振奋精神，再接再厉，努力推动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我们要稳中求进，围绕建设五大发展示范市的目标，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们要开拓奋进，不断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创新，大力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全力做好金砖会务服务保障，不断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增创经济特区改革发展新优势。我们要携手共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共享发展、民生优先，扎实抓好文明创建和灾后恢复重建，持续改善民生福祉，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让我们的城市更加文明和谐。团拜会上，我市文艺工作者表演了舞蹈《金鸡献瑞报新春》、戏曲集锦《读春拜年闹春》等精彩的文艺节目，共贺新春。本台记者报道。今天上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裴金佳、市长庄稼汉等市领导到基层看望慰问坚守在生产一线的干部职工，对他们坚守岗位、辛勤工作表示感谢，并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再过两天就是除夕了，然而市重点工程轨道交通的施工并没有停下，许多建设者顾不上回家与亲人团聚，坚守在工地上。裴金佳、庄稼汉来到轨道交通1号线吕厝站建设现场，看望了现场施工人员，并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裴金佳关切地询问有多少人在厦门过年，家属是否会来厦门与他们相聚。市地铁办表示，
今年春节将有2400多名工人留守岗位，相当于施工高峰期的三分之一。有一些员工的家属来厦门团聚，工地已经准备好请大家吃年夜饭。裴金家庄稼汉感谢大家为厦门市重点工程做出的贡献。裴金家说，秋冬季节是施工的黄金期，建设者放弃了节假日，加班加点奋战在工地一线，希望各单位切实做好服务，让留下来的建设者同样过个好年。他还叮嘱大家，既要注意施工安全，也要加强现场管理，确保节日期间地铁建设安全有序。市领导黄文辉、林德志、李辉月、韩景义参加看望慰问。市领导黄强来到自行车快速道红门站现场，查看了自行车快速道示范段工程项目。空中自行车道将于明天投入试运营。黄强表示，空中自行车在国内尚属首创，管理模式也要成为国内首创。相关单位要加强管理，提升水平，注重细节，努力创造出具有厦门经验、厦门特色的管理模式。同时，要主动作为交通枢纽，让各种交通方式实现无缝衔接，最大限度地方便市民群众出行。市领导李伟华、林瑞到厦门火车站刑侦支队警犬队、湖里公安分局巡特警反恐大队、交警璧山中队南普陀执勤点，感谢广大干警舍小家为大家尽职尽责的作为，希望大家继续坚守岗位，用辛勤和付出换来市民新春佳节的平安。本台记者报道。今天上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裴金家、市长庄稼汉来到槟榔农贸市场检查节前市场供应情况。裴金家强调，相关部门要提前做好春节期间市场供应计划及应急预案，确保市场供应质优、量足、价稳。临近春节，我市蔬菜、生猪等主要菜篮子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在槟榔农贸市场，各种蔬菜、水产、肉类、干果等食材应有尽有。上午10点多，市场里聚集了不少前来买菜的市民。裴金家、庄稼汉不时地在售卖生鲜食品的摊位前驻足，向摊主询问菜价与货源情况。你这一斤多少钱呢？三块钱。三块钱。这些都是哪里调来的？就是铜安。铜安。矿岗那边杀了，猪肚40一块，进价38。今天的价格比较便宜，比去年便宜，但没有上涨。今年的货源的比较多，随后，裴金家、庄稼汉还来到市场管理处，了解水叶菜农残安全监测以及全市春节期间市场供应情况。今年春节前后15天，我市将自动启动肉菜供应量补贴机制。目前全市主要副食品供应量稳定，价格保持平稳。市商务局已提前做好春节期间供应计划，预计供应量同比增加10%，确保春节期间菜篮子供应不断档、不脱销。裴金家强调，要针对节日的消费特点，详细制定供应保障方案和应急预案，确保供应质优、量足、价稳。事实上还是三句话，6个字。第一个，质量要保证，这个至少安全要保证。再一个，量要足。那今天看了一下，我看量是不错，价格总体要稳，价稳，就是这6个字。我们市场供应，所以政府要就从这几个方面去入手。如果是说，这个比如量的有问题啊，那就我们的有关单位就要进行加强调货了。市领导黄文辉、林德志、韩景义参加检查。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裴金家、市长庄稼汉分别率队检查安全生产和春运保障工作，要求各部门和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节日期间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值班值守，防范事故发生，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平安的节日。厦门邮件处理中心是闽西南重要的邮件集散中心，裴金家查看了邮件分拣等关键环节的安全运行情况，详细了解企业运营、快递业务量和落实安全措施等情况。他说，快递业发展迅速又关系经济民生，企业必须强化安全意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上严把收寄关口，切实落实实名寄递、收寄验视、安全检查等制度，确保快递业安全便捷。2017年春运时间为1月13号到2月21号，我市旅客运量预计超过1000万人次，其中铁路运输将达到620万人次，
裴金佳在检查厦门北站的安全服务保障时强调，要以安全服务为核心，做好应对各类突发情况预案，落实对人员货物的安全检查，加强安全常识的宣传提醒，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加强员工应急处置培训，及时化解旅客遇到的问题，确保车站运行安全有序。裴金佳还来到轨道交通一号线集美大道站施工现场，要求既要做好当下施工的各方面安全组织，要为下一步运行安全做好准备，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加快建设进度，减少施工对市民的影响。在厦门火车站，庄稼汉详细检查了春运客流情况、运力组织、服务措施、安全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安全检查，科学调度运力，完善应急预案，提升服务保障，加大周边交通整治，多管齐下，确保春运平安有序、温馨开展。庄稼汉还前往华润中心工地，仔细检查施工管理、安全措施、值班值守落实等情况。他指出，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责任，时刻不可麻痹大意，要全面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全面排查隐患和整改，加强人员、材料、设备管理，全力确保安全生产。市委副书记陈秋雄到湖里区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先后前往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厦门分公司、厦门友尚石化有限公司、金上加油站和湖里万达广场，检查各处的生产监管系统、安全预案、消防设施等情况，要求各有关单位把安全生产工作当成头等大事来抓，严格把关，定期排查，全力做好监管落实。各位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也分别对各自分管领域进行安全生产检查，督促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本台记者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裴金佳参加海沧台商投资区党工委、区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会前，裴金佳详细审阅了海沧台商投资区党工委、区委常委班子和个人的对照检查材料，对开好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进行指导。会上，市委常委、海沧台商投资区党工委书记、海沧区委书记林文生代表台商投资区党工委、区委常委班子做对照检查，班子成员对照准则和条例分别做了个人对照检查，相互间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裴金佳在讲话中指出，海沧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的扎实有序，取得了较好成效。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会前准备比较充分，对照检查比较深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比较坦诚，整改措施比较明确，是一场质量较高的专题民主生活会。裴金佳强调，区委常委班子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制度建设，对照查摆问题，加强建章立制，形成实在管用、相互衔接的长效机制，要坚持严实标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使区委班子更加坚强有力，各级领导干部更加奋发有为，担当尽责。裴金佳要求，要把全面从严治党成效体现到推动海沧区发展再上新台阶上，在创新驱动、项目带动、跨岛发展、民生保障等方面当先锋打头阵，必须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着力壮大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优势产业，为长远发展提供重要支撑，要在统筹城乡发展上有更大作为，坚持高标准、高起点、高质量建设马銮湾新城，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着力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和海域退养渔民的转产就业问题，全方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要努力增进民生福祉，加强教育、医疗、文体等公共服务配套，努力把海沧建成可持续发展的美丽城区。市委常委、秘书长黄文辉、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市纪委、市委组织部有关同志与会。本台记者报道。昨天下午，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及重点项目调度会召开，市长庄稼汉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省市两会确定的宏伟蓝图具体化为一项项工作举措，大力提振精气神，撸起袖子加油干，做到抓早、抓细、抓实。庄稼汉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突出重点，攻坚克难，奋勇争先，努力开好局、起好步。一要狠抓招商引资，
当前要把招商工作作为重中之重，进一步明确招商责任，细化招商任务，创新招商机制，强化招商激励，加强定位、定向、定点精准招商。主要领导要深入抓、具体抓，相关领导要挂钩负责，全力跟进。各区各产业主管部门都要成立招商小组。二要狠抓有效投资，加强项目策划，推行清单工作法，健全完善五个一批工作机制，加强要素保障，提供保姆式服务，确保项目用地、用工、资金需求，加强施工组织，落实工程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各方责任，确保项目按序式推进。三要狠抓产业发展，强化政策引导，细化生产调度，加强产学研合作和政银企互动，推动财政资金集中集聚使用，全力帮助企业降成本、减压力、减风险。四要提升城市品质，党内加快推动三线四片、四桥一隧等重点区域优化提升，精细谋划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改造，岛外加快新城和基地产城融合，突出抓好旅游质量提升、鼓浪屿整治提升等工作，进一步提升城市软硬件水平。五要巩固生态优势，加快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打好水、大气、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深入推进节能减排，实现发展与保护并重。六要优化发展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彻底放权，着力提升服务，多学习先进经验，多对标查找差距，多谋划管用举措，全力以赴推动工作落实。本台记者报道。根据最新核定结果，去年我市不少主要经济指标都位居全省前列，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实现了速度、质量、效益同步增长，各区的经济指标也都有不少亮点。最新核定结果显示，去年我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9%，虽然受到超强台风莫兰蒂的影响，这一数据依旧比上年提升0.7%。与此同时，我市在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等方面都位居全省前列。在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上，我市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结构不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0.6%，比41.2%，比58.2%。特别是第三产业比重比上年提升2.5%，在全省九地市中位居首位。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信息服务、网络零售等新产业新业态保持20%左右快速增长。新增软件信息、现代物流两条规模上千亿的产业链，共已形成五条规模超千亿的产业链。在六个区方面，四名区地方生产总值、区级财政收入和实际利用外资总量位居全市第一。湖里区招商引资较为出色，合同利用外资完成29亿美元，增长335%，总量和增幅都位居全市第一。集美区 GDP 增长8.7%，增速连续两年排名全市第一。海沧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区级财政收入、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销售额等主要经济指标总量居全市前三。同安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区级财政收入两项指标增速排名全市第一。翔安区则在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销售额等增速方面位居全市第一。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市商务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今年我市将推动设立海思投资基金，请倩倩给大家介绍一下。好的，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年我市将进一步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设立海思投资基金，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支持我市企业的境外投资。据了解，去年我市海思合作日益深化，与海思沿线国家双向投资都实现成倍增长，与海思重点九国双向贸易逆势增长1.3%，中欧厦门班列开行已超过100列，货值达12.4亿元。今年我市将推动设立海思投资基金，提升我市跨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吸引有实力的企业在下设立走出去区域总部，同时在贸易畅通、双向投资等领域策划生成一批重大平台和项目，加强与海思沿线国家和地区海关、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方面合作，提高通关效率。此外，今年商务工作还将做好厦门会晤的保障，利用我市与金砖国家的贸易互补性，推动与金砖国家的经贸往来迈上新台阶。今年我市商务工作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外贸出口增长2%，实际利用外资比上年目标增长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销售额增长12%。
副市长韩景义参加会议。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市建设局了解到，我市逐步规范建筑市场秩序，目前已经采集公布了3批建筑市场黑名单信息。去年我市制定了厦门市建筑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黑名单管理对象涵盖建设、施工、勘察、设计、商品混凝土生产等建筑市场领域的企业，拖欠工程款或工人工资的相关单位将被列入黑名单。受到相关惩戒，目前市建设局已经采集公布了3批建筑市场黑名单信息，其中预办混凝土企业5家，施工企业30家，监理单位5家，项目经理56名，总监7名。被列入黑名单呢，就是实行对一些条件的限制，比如说限制一些工程的投标，包括评优评先，实行差异化监管。此外，在工程质量监管模式方面，从去年起，我市就改变以往的一个工程从开工到竣工全过程都由一组监督人员实施监督的方式，建立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监督执法检查人员的双随机监管模式，开启了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模式的新篇章。本台记者报道。好的，欢迎回来。春节就要到了，今天市气象台发布春节期间天气预报。好消息是，春节期间我市的天气总体较好，气温适宜，适合外出旅游活动。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春节七天我市天气总体较好，气温比常年显著偏高。除夕到初二，受偏南气流的影响，天气处回暖阶段，最高气温预计出现在初二中午，可以达到23度左右。天气主要以多云为主，而在初三至初四，受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将会降低。30号大概是一个小阵雨的天气，那么31号呢，可能就是一个局部性的天气。而初五、初六，厦门的天气以多云到阴天为主，气温将略有回升。在初一的晚上，海峡两岸春节焰火晚会在环岛路举行，届时天空状况较好，风力较弱，比较适宜观赏。另外，长假期间，高速公路7座以下小型客车将免费通行。厦门高速交警预计，7天长假，辖区内进出口流量将比平日增加6成左右，最高可能将突破23万辆。希望市民出行要提前做好规划。从我们厦门几个通行路口的情况来看啊，最大的口就是厦门口跟那个翔安口，这个流量比较大。大家尽量的呢，应该错开这个高峰来出行，错时出行。本台记者报道。感谢收看今天的夏市新闻，获取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厦门广电的官方微博、微信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再会。再会。